今天还有一件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组合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个人虽然我们的乐团主唱唱的是日文，然后完全不懂他在唱什么这样，然后但是总之我们的表演就越来越多日文歌了，所以我开始渐渐有一种民族情操出现，决定要组一队中华队这样。好，那刚这是我们中华队的第二个方向，我请到我们中华队的这个中心打线的李燕老师。还背着包包想回去了。我跟迪燕老师也认识，我不要一直讲迪燕，不要讲加老师两字很怪，就是我认识迪燕其实非常多年，然后他写歌其实已经超过也有应该也有十几二十年了，然后应该是比较老，没有，就是他应该是我们所有朋友中，就是对于创作上面来讲，就是是我所有朋友里面对对创作最执着的一个朋友，然后其实一直都非常喜欢他的歌，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合作，但是就是缘分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合作。好，那既然没有办法合作的话，既然我们组了这个爸爸饭桌的这个音乐交流协会的话，那当然就少不了请迪燕老师，好来分享一下他这几年的创作。好，那他是有很强的主持，非常专业的。他以前曾经从事非常专业的音乐工作，所以这个场子就交给他。大家好，我是迪燕。谢谢。我刚才看那个光景箱是，我觉得突然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哦。那我看到一些，因为今天有一些这个马场的朋友，大概有一点点年纪，就是比我们长一点点，然后就是一起听着那个光景箱式的摇滚歌曲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有没有办法接受，但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这样。对。就这样。啊。然后，哦，有声音，好，我现在是工作人员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感动，觉得自己非常的有品味来参加这个活动呢？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吧。带来一首自己的创作，然后我写的歌曲是台湾大概民国六七十年那个年代的，就是群星会那个时期的歌曲。阳光们，
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开唱。吃不完的情话，用你的一句讲。耳边呢喃，谁会能有多夸张？只要你爱的经过都去想，当我这张脸记着月亮。爱的路上，你就千万不要再去彷徨。受伤的情路变得白发苍苍，红彤彤的脸庞还挂着一丝丝的惆怅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唱，吃不完的情话用你的名字讲，耳边呢喃谁会管有多夸张？直到经过都去想，怎样挂着转眼去摘月亮，吃不完的情话用杯子讲，耳边呢喃谁会管有多夸张？只要你爱的经过都去想，怎样挂我知道大家听起来可能不太习惯，为什么一个就是哦，谢谢大家来参加那个中年男子的创作发表。其实这个组织不是那个，这个组织是30岁以上男人的创作发表，对。然后我解释一下，哎，那个刚刚那个作品。就是大家可能听不习惯，那我解释一下，我之前有帮康康写过一首歌，叫做《兵变》，对，就是这个风格。那我唱一小段好了，就是可是怎么讲，就是康康唱的有点糟精体啊，就不太一样。我唱一小段哦。越谈不走，我离开，好心疼。
器材组长要出现了。好，那我来使用我的口。我上过两堂口琴课，所以他叫我来修个琴课。讲出来呀。然后其实我跟子杰认识很久，然后我们之前都一直，我们那时候几年，我也是在那个刚才那个录音室工作过，一起工作过小张那个嘛，对。然后我记得我跟子杰有一次就是，我们就很 gay 佬说啊，我们要创作啊，那时候还没有30岁嘛，对。那我要创作，然后我要去那个海边啊，就理由一大堆，然后去他就带我去那个瑞芳的家里，然后说啊，我们下次要找大家，就是一起玩音乐啊，干嘛干嘛的。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个楼上喝啤酒啊，那我搞半提吉他、啊、从台北到那边，然后结果回家之前什么赛都没有写出来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只有打开弦书机，也没有打开过吉他 case。然后好不容易，就是我要讲到好不容易，就是这一次，就是很多年以后，然后我们有机会一起表演这样子，就是有机会让子杰老师学了两堂课，表演一下。啊，这首歌叫做《悠闲小村庄》。我连正反都不拿出来，真的？不要讲，没有人知道。
跟你在那个多年后的咸酥鸡之后有合作。我缴那750的学费有用到，是。对。然后一样是按照那个每一个 set 演出的比例原则，所以那个我们的乐手又上台了。刚刚像不像那个学校社团发表会？介绍一下这首歌吧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刚刚吴佳佳的那个我不想工作有一些呼应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上班族的心声》。就是，对啊，你知道，长大之后就去上班，然后上班就觉得，就是不想上班了。没错，没错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我帮你唱就好。就是对啊，这首歌大概两年多前写的吧。然后对啊，我现在其实已经变成很习惯的一个上班族。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是满腹的牢骚，然后就是很想要写这样。然后我现在回头去看这首歌，我觉得哇，那怎么写的这么好这样？就是这样。好，就是面对现实，长大就是要上班，就是这样。去上片啊。Thank you.
这个玉祥跟小敏，还有我的先书记的伙伴，然后对，我的节目已经结束了，非常好。啊，那就希望爹老师之后身体健康，会拍一些表演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